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用的东西。这个太好用了，这个我必须要给你们推荐。这些才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用得到的东西。你看啊，平时家里用牙膏那些是不是用不完，挤不完？牙膏是不是挤不完？挤牙膏的，挤牙膏的，太好用了，跟开锁一样。